金马影后李心洁除了会演戏之外，其实对于保养肌肤也很有一套。像她今天出席了代言活动，穿着一身钻白的礼服，更让人惊艳，也让人看到了李心洁不同于电影当中的装扮，甚至还结合自己设计才华，在 T 恤上亲手绘画出绽放花朵的形象。李心洁说，那是希望所有的女人都能够一直停留在最美的时刻。勇敢钻白美人，戴上皇冠。